哇，你看那个跳跳鱼在那里睡觉，我有进去吗？哎哎，这里有一条柠檬，我吓一跳，我那么厉害，哎，可以，哇，看现在的柠檬鱼很大条，海抓鱼是又没有了，那个潮水一转，白天退潮，柠檬鱼又没有了。哇，不要让它跑了。哎呀，哇，等一下去看一下维哥和阿平他们抓到多少钓。哇，有点笨了那个鱼，哇，又一条，这一条好像聪明一点，很难抓到它。哎，抓到了，这里啊，这里有一条，小心。哎，我以为跑了呢，他想跑。哎，抓到了，我很过瘾啊，有个很难抓，要够吃，肯定要够卖啊。那你不怕你小孩闹啊？他晚上不怎么闹，他喜欢白天闹。那你弟的小孩谁带的？白天的时候也是我妈带的，如果我一起上班的话，我的就是我自己长期带的。我拉到那一条了，可以。喜欢钻石头缝里面啊。那个鱼就是晚上了哦，嗯，它就不动了，就是在石头旁边。哇，这个鱼真的很笨很傻。哇，我那个抓鱼，哎，跑了。我抓了一条。哎，跑了。用手捏啊，就手比较多。我这个手上的蚊子啊，然后手上的蚊子好多。哎，这里一条，哇，这里拿到了。哎呀，灭魂了。哎，哇，太厉害，不愧是去南沙的人啊。哎，血太浑了，看不见。哇，那都被我拿到了，太厉害。那么小。养不了啊。嗯，哇，这个还可以啊。嗯，几斤了？阿斌，嗯，你抓多少了？三斤。有点三斤了。嗯，你看我们抓的，哇，他一个人都比我们两个人抓的多。哇，可以哦。卖吗？吃就好，一点。那像三条，听到没？像三条。一人拿一条哦，我拿一，不用多拿哦，我拿一条，拿。小的就给我，哎呀，还一个螺给你的，能。四哥，嗯，我们那个柠檬鱼今天清蒸好不好？清蒸了。好，一共就抓这么多鱼，我们把它分了。今天没有收入，不要抽烟了啊。嗯，不要吃饭了。饭还是有的吃的。是啊，长牙又怎么了？我不懂，你要那个发芽的，又怎么了？我不用你的，我做饭，听我的。又不是土豆。来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个根要来干嘛？炒了吃，那个根很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嗯，顺便。嗯，蒜头，那你。放点洋葱丝，放点生抽。四哥，吃饭。哦，你们看，我们一篮子有东西，金鱼虾，都在垃圾上船上。那个三点蟹船都是带黄的。怀孕的小的都不要了，来，跟垃圾上会成鱼皮虾。大家看现在的场景呢，就慢慢变少了，但是鱼皮虾都是普通的，都是有膏的。开始切，第一个墨鱼，没什么墨。
一条牛纹，三点蟹。这种小螃蟹我们就不要了，把它倒回海里。哇，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大的濑料虾，这么大，我手掌这么大，全都是带膏，看，很漂亮，这是最好吃的濑料虾。看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盘龙，又有这么多皮皮虾，把它养起来，接着收第二盘。每一个上来都有一点东西，看，沙金鱼、梭子蟹，还有三点蟹，都很肥。哇，发财了！今天的第一个明虾，好了，看，这个明虾一般10到15个左右就会有一斤了，它就像吃鸡腿一样，很爽的吃起来，就是太少了。那么大一条，红鳝吗？放了养的。哇，第二个墨鱼，看，有点文化了啊，开始都是很多货。浓密，不过这条龙鱼死了，我们拿回去把它晒干。还有皮皮虾，这些就不要了。哇，又有大明虾，这个垃圾放在船上。明虾，三点蟹，皮皮虾。然后这个垃圾放船上，很多人都说，有垃圾把它倒出去了，这些不是垃圾了，这些是那些小螃蟹，还有那些海草类的，我们就把它倒了。然后那些塑胶我们就要把它扔到船上，这些就不要。哇，有一条铜鳝，刚刚的那条铜鳝比现在这条铜鳝更加大，这个就是你们说的可以治腰痛的那个铜鳝，我们。但是它的骨头很多，我们一般的都是拿来煲汤的，就喝它的汤就可以了。来了来了，哇，梭子蟹。不过这个梭子蟹怀孕了，我们就不要它。然后这一个龙虾，龙虾是肯定要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龙虾挺大的，它的须很长，像孙悟空的那个。像孙悟空的那顶帽子上面那个须一样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龙虾，赶紧把它养起来。今天最大的一个螃蟹啦，花蟹，好肥哦，摸一下它的肚子就知道了，很肥。收了，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好货啊，这个垃圾我们就放船上，带回家，皮皮虾。还有一个小的魔鬼鱼，看，那个魔鬼鱼是短的尾巴的魔鬼鱼，看到没有？它的那个，你看这个尾巴是那种像斑马一样有花点的。然后还有墨鱼，墨鱼我们就把它养起来。哇，你们看，都是皮皮虾。你看这个就是长颈，你看虽然它这个是带膏的，你们看这个虽然是带膏，如果你们选，你们肯定会选带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选，我就选它，因为它是长颈，它的肉比较饱满，比较鲜甜。它是普通人家，它是有钱人家，不一样的。你们看，好了，我们的鱼收完了，龙收完了，现在准备收个东西回家。但是今天所有的三点蟹，12斤，嗯，你刚讲的红楼公啊，5个半斤，5个明虾，半斤，这差不多就是10个明虾。哦，
东西？我以为是沙虫，是个虫子，但不是沙虫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看，开始有了。哎，开始有了，这里有，阿姐，那里有，看。哦，这里，看，四个了，五个，进去，六个，七个，哇，那里有，哇，那里有，顶哥，你看，我都没有注意耶，你看，看到多不多？看，哇，爬开都是这边。哇，有一个大的，那个有一个大的，大的，哇，你看，看，哪里？啊，哎呦，那个是个壳，没有。哦，这里到尽头了，我们换一块地方。一来就一个那么大的，这里挖了半天就挖那么一个大的，走吧。那里有一个袋子，不过太小了，不要它了。你看，它拉在那个根里面太紧了，也不去打扰它了，不要了。这里又有一个，哇，怎么看得到呢？三个大的，哇！哇，那个超大！天哪，不知道什么狗屎运气，捡了三个。哎呀，不挖了，挖了好久了，好要下雨了，回去了。我们花了那么多。